翻了那个粉丝哦。 我说，赶路干啥？哈哈哈哈哈！说，赶路干啥？
点高点高点后面不能猫猫很可怜在外面肯定要猫的没有啊要不他现在不可以去了，害得我们两个。Thank you.
只叫你做兼职，只叫你做到下午。没有啊，就是先了解情况，到底是哪里出错啊？真情。好喜欢。Thank you.
不要听，没有他参加。我们那次来了，我在上海，我一号给吃了。267啊，走。
了一些。哎，吉林姑娘，喝一杯。可以看一下，在那。我吃的也有，看一下。上海家还有吗？正常嘛，这个，你来对吧？哈哈哈哈哈！我把时间，俺是什么当？就是那个，俺在这边待着。
Thank you.
Yeah, man.